音乐动起动，年轻人摆动身体，跟着节奏一起嗨。不过，咦，这不是立法院吗？实际重回现场，可以看到这一头是立法院，而另外这一头是台大儿童医院。抗议吵杂，引发民怨。大半夜路上依旧挤满人，群众情绪亢奋，就有民众在医院内拍下照片po上脸书。已经晚上十点钟，窗外依旧像大型演唱会。另外还有家长抱怨病房都是回音，孩子一直被声音惊醒，真是一群自私的大人。一定会生气啊！对啊，就是希望不要到那么晚啦。没有，我们刚从里面出来，完全没有声音，可能他们有开窗户啦。我希望大家当体谅。对此，参与抗议的 DJ 团队也发声明表示，对病童感到抱歉，更愿意提供终身免费门票，让小孩可以来体验不同文化作为补偿。我是让你们无法无天。根据现行法令，以台大儿童医院附近区域来看，使用扩音设备晚间11点后，最高不可超过75分贝。青鸟行动跟着立法院一起开到晚间11点多，时间声量没控制好，也难怪引发民怨。欢迎新闻客冠城庄品达台北采访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